你看他们那儿那个脑壳上那个还像皇冠呢，突然间就围过来了，好吓人，就有点像孔雀那个羽毛的颜色。林德伯格呢，大家都知道它的颜色可以定制，颜色也会很多，中间有两个颜色是渐变颜色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林德伯格的磨砂的颜色的色板，其中呢120、125、127这三个颜色是渐变颜色，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呢可能都只在店里面见过色板哈，看一下120、125、127啊，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渐变色啊，大家可能都是只在店里面见过它的这个样板哈，就是它的样板颜色样板，但是没有见过真实的眼睛做出来什么样子。我店里面刚好有一只，所以我给大家浅浅的展示一下这个颜色到底做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子，因为不做在眼睛上面你也通过色板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对吧？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副眼镜，这只眼镜的型号呢是9271啊，9271啊，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只眼镜做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子的，有点像那种烤蓝的颜色哈，就是钛烤了之后烤蓝的颜色，玩户外的同学应该都比较明白哈，因为我不懂这些，我就是大概的那个，它这个颜色呢是通过电解氧化啊，然后形成这种渐变色的颜色，具体的工艺如何去做我不懂啊，我不懂，有一说一我就不懂，然后呢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做出来就是这么一个效果啊。来，由龙叔为大家戴上脸展示一下好不好看，戴上好不好看，大家可以在弹幕和评论里面说一说这个戴上怪不怪，好不好看，适合什么样的戴，女生戴还是男生戴，对吧？反正它的感觉就是 limber 的感觉，戴上去的佩戴感，就是颜色来说大家看能不能接受这样绚丽多彩的颜色啊？因为它是哑光的，所以这个颜色呢整体它是从不同的角度看上去它是泛不同的光彩，就有点像孔雀的那个羽毛，你看他们那儿那个脑壳上那个还像皇冠呢，突然间就围过来了，好吓人，孔雀那个羽毛的颜色。好 ,OK, 为大家展示到这里。